起床啦！这梦怎么能这么长呢？我都睡了一觉了，还没醒。就他吧，也就是说，让徐正浩多说我爱你三个字，我就可以醒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几个字不太明白，第五行第三个字念什么？我。第五行第七个字。哎。第三行第四个字。你来我府上说媒的时候，你确定他是心脑健全之人？我得拿捏住他。让我使用点美人计，让他把持不住。你给我绑起来干嘛？怎么跟偶像剧里面的桥段不一样啊？老人还没这么追过一个男人。我的天哪，这福利！希望我再次真的是大梦初醒。你在干什么？那你知道现在该说什么了吧？我知道，三个字。终于等到这个铁树开花了。对不起。